的热门电影《钢铁雷谈》，如今已在多个平台上推出了游戏，而今年也要再度在手机平台上推出 Real Steel World Rubber Boxing， 就是要满足玩家们对于机器人格斗的渴望哦。想要再次感受一下痛快的打击感吗？一起来看看游戏介绍吧。钢铁擂台先前在手机平台上推出第一款游戏后，迅速突破十万次的下载量，成为玩家们口耳相传的大热门。这次厂商再度推出 Real Steel World Robot Boxing， 在游戏中发展出四种不同的比赛模式，例如夺冠赛、限时战斗和散打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还研发24种机器人同台较劲，其中包含8只全新的竞技者加入战斗，要给玩家们全新的体验。你还有机会可以发挥创意和想象力，组装属于自己的终极战士。更特别的是，游戏中还增添了社群多人的对战模式，你可以透过 WiFi 和蓝牙与你的朋友们一同参赛，活络活络彼此的感情。心动了吗？赶快下载，跟着机器人一起上台战斗吧。